这是个牙科诊所，前年被老太太去拔牙，那拔牙的大夫针锋的比绣花的东西。看看去。好。哟，你们两位可是来看牙呢？大妈，梨园戏都支队的，给你打这个人啊，照片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再好好想一想，2013年的10月底，这个人有没有来过这儿？你说的是6年前干，哎呀，就算是见过也记不得了嘛，那么长时间了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个人可是犯难罪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犯罪了？ 你们警察找人吗？肯定是案子有关，够好。哎，可以让他出来认一照片吗？哎，不用了，我和我老伴开这个诊所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，我们天天都泡在这个诊所里，我没见过那人吗？他也没见过。你们还是到别处找找，更好。 好，谢谢你啊，走。哎，行，没事，再来吧，啊，注意一下，口腔卫生啊。 刚才那两个人是干嘛的呀？是警察拿的那个人的照片要喊认，人可走掉了。刚刚走掉了吗？哦，哎，喝死我了！他们还说些哪呀？哎呀，就是问我可认得他们。哦，我告诉你个，我倒是挨他们讲了，认不得。嗯，哎，这么说，这个人还没抓住。哎呀，老李呀，我倒是挨你说告，你千万千万不能挨警察说你认得告。是。你忘了那个人？ 当初是咋个挨你说呢？是啊，记得告。我知道二位可能会有所顾虑，虽然这个人的涉案细节目前不便透露，但是请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保证二位的安全。但如果你们不说的话， 那只能配合我们回警队一趟了。哎呀，警察同志啊，我们确实没有见过那个人吗？阿姨，您知道作伪证和指使他人作伪证是什么后果吗？你们二人刚才的谈话，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当时是说出去打野物，被人误伤的。 还记得是哪天吗？2013年10月20号，7点半左右，当时下着大雨，我两个说早点收拾回来，好回家去。忽然间闯进一个人来，浑身是血。他当时伤在什么位置？应该是左腹部的下边嘛，被雨水浇了，都化脓了。 相信我，一定会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。当时我不相信他是打猎受伤的，而且慌慌张张的，就想打电话报警。结果他拿起剪刀杵着我的喉咙，威胁我说：“你说出去，我杀了你全家。”我就赶鸭子上架，把这两个就取出来了。 然后做了消炎处理，雨停了，他就走了。取出了子弹呢？当时我看他不是好人，就骗他，说丢了。其实子弹在。
这子弹一看就是出自1911腰手枪，跟邓坤的枪型吻合。只有证明案发当天老黄到过现场，还挨了邓坤一枪。如果像他说的，他看见是严谨开枪打死了孙佳瑜跟邓坤，那邓坤打他的这一枪是怎么来的呢？看来这个老黄真的说了假话。哎，可是邓坤为什么要向老黄开枪呢？那就得回去问问这个老黄了。总之这一趟咱没白跑。 喂，幺零吗？看清楚了吗？是这个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喂，头儿，监控拍摄到严谨在城西出没，最后出现在陌上花建筑工程区，暂时还没有他出来的画面，人影还在里面。陌上花？行，我知道。 CI小组注意，把搜出过沟堵住。进。所有人注意，以这儿为中心，拉开5公里的范围继续排查。 这绿豆汤可能就不流鼻血了啊！嗯。还有，咱的零食，以后不能再吃了啊！嗯。哎。
都流鼻血了，又流鼻血了，哎，告诉爸爸哪儿不舒服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怎么能没事呢？烧了，快抬头，来，哪儿不舒服？先去洗洗啊。走吧，快迟到了。老大，听爸的。今天咱不去学校了啊，咱去医院做检查。我没必要，我要去上学。你怎么没病？你又流鼻血了，怎么能没病呢？啊，学校哪儿爸给你请假？说了我没病，我要去上学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听话呢你？上学。今天咱去上学，如果明天不退烧，你答应我。 所有的可疑地点都查遍了，监控中心也查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踪迹。好，知道了。头儿，咱们再找机会吧。告诉弟兄们，都别灰心。 你腹部的枪伤是怎么处理的？别提了，受了大罪了。我呀，回到家找了把剪子，用火烧了烧，我就自己，就愣把这子弹头给抠出来了，然后又针缝上了。哎，你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。 不仅能给自己动外科手术，这缝合的活做的也是相当细致的。哎呀，程警官，这不瞒您说啊，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当这个兽医，就跟我们村里那个兽医就学了一阵子。 哎，我亲眼见过他们给那个牲口缝合过，嘿，用上了，好，那我问你啊，
你说你回了家？嗯，据我所知，你家离案发现场有30多公里。啊，你回了哪个家呀？哎，程警官，您误会了，我呀没回老家，我就是找了个小旅馆，就那么对付了一宿。啊，嗯，旅馆？对，你当这货真血淋淋的，哪旅馆会收留你啊？嗯。来来来，马强，别咳嗽了，没意思了啊！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劝你还是说实话。哎呀，程警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。这个子弹还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李连福牙科门诊，还记得吗？6年前的10月20日的晚上，你带着枪伤闯进了一家牙科门诊，通过威胁的手段，让牙医帮你取出了子弹。这颗子弹就是6年前从你身上取出的那颗，这上面残留的 DNA 跟你的完全匹配。这一枪也不是警察打的，是邓坤。这颗子弹就出自邓坤的1911手枪。王华祥，还不肯说实话吗？ 东西已经给张宇他妈妈送过去了，大姐状态不错，放心吧。辛苦了，冯大哥，要不是警察一直盯着我，我就亲自去送了。哎呀，那么多东西您让人拿不了啊。想喝点什么？喝口水就行。那你坐吧。哎。来。哦，谢谢。 乐乐是我听你俩说了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别太担心。那样啊。最近店里也不忙，你和妮雅多在家照顾乐乐吧，店里面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严谨不在，万一遇到什么麻烦，你想找个帮忙的人都找不着。我现在天天被赵婷辉跟着，再安全不过了。再说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也可以找他。 严谨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小，你别嫌我说话唠叨啊。我觉得你们的策略不详，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就应该让警方帮你们去查。要是警方相信严谨就好了，凶手制造的假证据已经足以给严谨定罪，他要是再不搏一把，就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，这么大案子。 哪能一天两天查出来啊？严谨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会怎么查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转危为安。你们呀，就是太年轻，做事太冲动。我看小欧那个视频了。啊。 你也相信严谨是被冤枉的吗？怎么说呢？要从个人情感上，我当然不相信严谨会杀人。可是同样，我也相信警方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吧？那小奥怎么那么笃定，说真凶就在我们身边？
还一直对他放狠话。如果真凶不是严谨，那会是谁呢？我哪知道啊！哎，你把刀搁哪儿了？啊？你跟严谨私下见面时说是警察内鬼开的枪，跟我却说是严谨杀人，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还是说？ 真正开枪打死孙佳玉的人是你！不，郑定华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，我那就赶紧说，说，我之前确实是撒了谎，开枪的人不是严谨。 严谨当时被邓坤打晕了，可是我跟严谨说的是真话，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开的黑枪。接着说。其实我也是到了海叔的制毒工厂，我才知道干这行能挣那么多的钱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，我当然眼红了，所以。 我就老想找机会偷取这个制毒配方，想着以后有朝一日我逃出去，我自己单干。我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知道海叔的毒品配方就在他的电脑里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。 那天逃跑的时候，我路过木屋，我发现电脑被枪击毁了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我想肯定是邓坤窃取了海叔的毒品配方，而且这个配方就在那个卧底警察交给邓坤的那部手机里。站住！警察！ 枪，想把我一枪打死啊！快给我抓了！别管我，放下！把枪给我递给他。是。你才过来。
我发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真话。的确，这是一个内鬼警察打死了孙家园，而且是个左撇子。左撇子？对。你怎么知道是左撇子？他开枪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啊！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程警官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万一你又撒谎了呢？ 警察，不信你可以去问刘英吧。警察内部有内鬼，也是他告诉我的。你，刘英是谁？刘英是邓坤的老婆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这6年，你跟邓坤的老婆在一块儿。 刘英在什么地方？凤凰村五巷38号。那你为什么要诬陷严谨？因为他出尔反尔，还想杀我。 幸亏我命大，掉下去没摔死。你看清楚把你推下悬崖的人是严谨。嗯，看清楚了。我前天下午刚跟严谨见过面，而且我只向他透露了我的真实身份。转过天来就追杀我，不是他还会是谁呀？ 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饭都凉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肚里怀着小宝宝，别一个劲儿盯着手机看了。严谨跟小姚这回算是火了，网上都在说他们，而且支持严谨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点网友实在是太有才了。哎，严谨说本来就是好人，我也支持他。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你都忘了，食不言寝不语。哎，爸爸，都吃点这个。嗯。 哦，对了，那个厕所的灯闪了好几天了，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？啊，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，接触不良。哦，那我明天找个电工来看一下吧。这点小问题，找什么电工啊？我自己就能修了。 哦，对了，明天你生日，我叫了小欧来吃饭，你明天多买点菜。我还过什么生日啊？再说了，这段时间小欧心情也不好，别折腾他。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，才叫他过来吃个饭，聊聊天嘛。嗯，行，听你的，你安排吧。哎，乐乐，吃菜。乐乐，别光吃，多吃青菜，你别老只吃肉。刘英。
你和老黄是怎么遇到的？邓坤一死，我逃到了外国。后来，老黄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，把我带了回来。邓坤在冀都对安插了内鬼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他就是靠着这个人的协助逃过了警方好几次的追捕。他叫什么？你见过他吗？我没有亲眼见过。 只知道这个人的绰号叫老 A， 邓坤好几次在兄弟面前提起过，说这个老 A 办事很靠谱，还给过他100万的现金奖励呢。这100万是给这个内鬼的报酬。什么报酬？只不过是用来牵制老 A 罢了。说具体点。那100万呢？是警方派卧底做虚假交易时用的连号钱。邓坤当然知道这钱警方是记录在案的，故意把它给了老 A，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，一旦他被咬死了，老 A 也别想活着。那你清楚这个内鬼有什么特征吗？比如说左撇子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没有见过他。 根据我的调查，严谨的确不是杀害孙佳玉的凶手，是老黄诬陷了他。老赵，湛羽的案子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？这两个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之前你认定他杀了湛羽，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因为怀疑他杀了孙佳玉吗？他杀没杀孙佳玉，对我来说只是个参考。但是他杀湛羽，我是有充分证据的。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，但是 1020 贩毒案是你先提醒我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应该给你一个交代。另外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个疑点，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或许跟湛羽的案子有关。老黄之所以诬陷严谨，是错把杀他的黑衣人看成了严谨。他说那个黑衣人无论从身形还是步态来看，都与严谨十分的相似，而且同样有垂腰扶腰的动作。 这让我想起了湛羽案里的那个清洁工，同样也是在有意的模仿严谨。你所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建立在严谨不是凶手的基础之上。那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黑衣人不是严谨呢？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吗？刘伟和肖美人已经死了，严谨当天的行踪我的确是无从考证。 但我只想提醒一下赵副支队长，不要忽略任何可能性。你跟这个案子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，麻烦你好好想一想，这其中难道没有一丝蹊跷的地方吗？假设严谨没有杀湛羽，也没有推老黄下山，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两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？ 老赵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，我也不想给你制造任何压力。但是我今天来的确是想为严谨说几句公道啊。严谨是我出生入死过的兄弟，一开始我竟然不信任他，我就不应该怀疑是他杀了二子，我更不认为他会杀了湛羽。说实话，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让我觉得很愧对于严谨。 我不知道他和纪晓鸥到底承担了多少，才决定在婚礼上逃跑。但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，还有纪晓鸥在媒体前说的那些话，我相信他逃跑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老黄交代的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，你有目标人选了吗？我查了当年所有队员的资料，没有人是左撇子。 左手开枪，并不一定代表是左撇子啊。可是会在杀人的时候不用自己的惯用手呢，这说不通啊。你真的认为这两个案子之间有关联吗？我不敢肯定，我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但是我相信老黄提供的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。 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，或许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下面，真的有什么未解之谜，也说不定。
啊。然后呢？陈家主，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乐乐，爸爸也爱你啊。你说这季小欧心也够大的，老公都畏罪潜逃了，还有兴致来给这个冯卫星过生日。你不了解他跟冯卫星之间的感情啊。冯卫星救过他跟他奶奶，也算他们俩的恩人了。冯卫星过往每年的生日，季小欧从来都没有缺席过。还有这回事？那他是怎么救的季小欧？行了，别那么八卦了。嗨，这不无聊吗？你就当讲故事呗。之前季小欧和他奶奶遇到一场大火，冯卫星也是恰巧路过，冲进火场里救了他们两个，还因此受了伤。那按理来说，季小欧跟冯卫星认识应该在你之前吧？你说这季小欧怎么没有以身相许啊？我发现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破嘴是吗？我也是闲的，没事跟你聊这个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猜他们现在在上面吃什么？红烧排骨？还是水煮肉片。哼，你要真这么喜欢吃，要不你也上去吃的。其实我这个肉夹馍挺好的，改天我再带你去吃他们家的羊肉泡馍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这正听着呢。来，冯大哥，你呀，我敬你们俩一杯，祝你们俩爱情甜蜜，家庭幸福。谢谢啊，哎，得了。小欧，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就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认识妮雅，才有了今天这个家。那你不赶紧跟妮雅领证结婚？人家孩子都有了，你一直拖着，什么意思呀？乐乐，爸爸娶方阿姨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了，我可喜欢方阿姨了，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，要是有小妹妹那更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领不领证，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，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。我干嘛要跑？我高兴都来不及。朝你狂奔去，大声。
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。